等会儿，干啥？干啥去啊？干啥？做饭干啥？这是你应该干的活吗？那这不是我应该干，谁应该干呢？上床躺下去，要不然去打游戏，要不然看电视。啊？快点，听不懂吗？干什么？媳妇，放下！这种活是用你干的吗？拿衣服干什么？接儿去啊！给衣服穿上，赶紧的，出去跟朋友喝酒去，去洗澡去。我给你转账了，快去快去！一个大老爷们搁家待着干什么？赶紧去！哦。